我最近有弄长穿睡衣嘛？现在今天要来看最呆萌的小梅，忘了开 Discord 了。来跟大家一起玩工商的游戏喽！今天要介绍一款，哦，啦，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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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开游戏，赶快开游戏，要被 ban 了，要被 ban 了。哦哦哦。哦，忘记做一件事情。那里视窗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切分页了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留下来啦。今天很好哎、欸，跟你讲，今天可以看什么呢？今天可以看。今天可以看，今天可以看懒猫扮女生哦，有没有很棒？有没有很棒？各位有没有很棒？今天可以看懒猫扮女生呢？哦，我的天呐，这不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最喜欢、最期待懒猫做的事情吗？哦哦哦哦哦哦！这个画面大小错误哦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直让自己各种很危险哎、欸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玩这款长生诀。这个，我们这个最勇猛的 3D MMORPG 手游长生诀，我初步不会知道不？我就喜欢我的桌布。我就是喜欢我的桌布，你看看这个做的多么好，多么的唯美！你这个登录的画面，樱花、桃花在飘，烟在飘，一种这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感觉。这就要讲，我那天就跟懒猫说：“哎，懒猫，不然……” 我们都把这个名字改成浅浅跟夜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然后就他就说，他说什么是浅浅跟夜华？这年头怎么会没人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？这年头怎么会没人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？正是，他把我问他的那个对话，然后拿去他的这个 Discord 群问，就是说有人知道什么《三生十里桃花》吗？然后就出现了一堆哈什么那啥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该很快哟。喂喂喂。哦，我的 Discord。哦，我的这个音轨调整一下，语音及视讯。喂喂喂，喂喂，有了，有声音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贝利美美美帅，帅。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叫懒猫萌萌喵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厂商超级故意的。我这个账号一拿到，我就觉得我进来这个登录画面好像不太对。为什么我这个角色平平的？我第一次登进来的时候，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是男生呐、啊！这个性别无误，我性跟你别讲，无误。我这个沟可深的嘞！哎 你的长怎样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去找你。你长怎样？我在三合店。你右上角点那个地图，按世界，哎喂，然后三。点那个修罗殿的三合殿，你干嘛？你跑到三合殿干嘛？三合殿不是有月老？三合殿有，
要结婚。有月老啊，有月老。所以你现在想跟我结婚？我们已经结婚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不是，我们是只有身份证上只有过那个区公所的公证而已，我们要验客。没有，我们已经结完婚了。我不服你，我们真的结完婚了。哦。但我们不用验客是不是？就是难不成我就是那种渣男？我们就花那个150块去公所公证公证就好了，我们不用验客。钱是我出的，钱是我出的。原来我才是那个渣男。你是渣女，可恶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月老旁边。你看，你下面有没有一个婚礼？我到三合殿。对话屏的上面，对话屏的上面有没有一个婚礼？你点它。我们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就已经结完婚了，好不好？新郎贝利美美帅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新娘贝懒猫萌萌娘。我什么时候我被骗了？我什么时候结婚了？你是不是诈婚啊？你是不是诈婚啊？怎么可能诈婚？我在月老前面等你了。你是不是诈婚啊？我来看看。而且不是，我要说，你现在怎么才虚单阶级？我都已经音变了，我都快元音了。天哪、啊，元音在。原因哇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不用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。啊、我现在音变啊！我们就来一个，啊、我们就来一个男女双修啊！你觉得怎么样？然后这个修为，修为分我一点。好，我们来双修。修为分我一点。笑死我！月老在哪、啊？你按右上角啊，地图啊，你现在三合殿了吗？对啊，我在三合殿啊。三合殿的右边不就有月老，有字啊。我有曾经来找过月老啊，因为在还没跟你结婚之前，我想说看有没有别的姻缘可以寻，我就想说找一下，哦，要走进去，想说来找一下月老。我邀请你进队伍好了。啊。我看你在哪里？你在左边啊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去找我们的 渣男老公啊！看到了，说啥了？我只是想要。哎、欸，你点那个月老，那月老可以，那月老可以按什么？我要结婚，欸、升起婚礼。我跟你讲，这游戏超级屌！你来旁边这里有一个叫初离的人，你觉得初离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还在看你的坐骑哎，怎么升起离婚？我要离婚。这里。这里处理这个 NPC， 你点他，他可以申请离婚，还有强制离婚，强制，而且离婚只要100块，离婚的，哎、欸，你下来，超便宜，离婚超便宜，我想看你长怎样啦，我从来没看过我老婆，哎、啊，你怎么这么高？超贵，你怎么这么高、啊老公你怎么这么矮啊，老公，你，老公你哪里？这么矮啊！我说你怎么像个小屁孩、啊？你怎么会这么啊？我怎么娶了一交互相一个小屁孩？等等，哎、欸，这不是有那种什么双人的互动？公主抱，我们之间好友度不够，怎么培养好友度？我来看一下好友度。我跟你说，我记得要送东西，送东西。我跟你说，送花，来啊，送花。哦，你居然要送我30朵花给你。我这个醉哦！你这样子可以公主抱我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送你520，有没有？亲一下，给你亲一下。不要不要，不了，不用，谢谢。看可不可以？快公主抱老婆！哇，你干嘛抱我？哇，老婆，干你干嘛离开了？你干嘛离开？你再抱一下啦！没看清楚。哦、你再抱我一次，你再抱我一次。等一下。欸、交互，你送我520朵花，我可以揍你，你知道吗？笑死我了！怎么揍？看再不好意思。他揍我，真的瞬间的时候，我可以按。我这太矮了吧？你干嘛啦？我不小心按掉。你这么矮，干嘛抱我啦？我看我能不能公主抱你，等我一下、喔。好，你公主抱。而且你知道公主抱那个脚会抖来抖去的，你再抱一次，你再抱一次。啊，もしもし、我快笑死。我要公主抱你，早く入金してください。我们这个你的脚在抖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你脚在抖哎、欸，真的是小屁孩哎、欸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那个，这感觉是被包养的这个小白脸的这个故事有没有？那个早上一起床，突然发现自己被炸魂，你是不是心里在想什么十年养成计划还是什么之类的？
被炸昏了。我在送你520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可以哦，有哎、欸，回答我，我打你，你可以揍我一拳。啊，我打你了吗？胸口，哎呦，好坏哦，笑死我了。怎么就这样啊？啊，亲一下会怎么样？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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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？亲一下？拒绝我的请求。哦、啊，不要闹！还是我抱你？不要闹！我要生气！我要生气！好不爽，而且还在那边抖脚，抖什么？我要极度帅吗？极度不舒服。等一下啦，哎、欸，你是穿这个红色的嫁衣？因为我那天自己偷偷的这个换了衣服，我觉得我应该也要穿一下这个嫁衣。我来选一下、喔、外观，欸、一身超多，他超多，他超多，一身所爱。你傻逼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你傻逼吗？你有看我头上有个你傻逼吗？那、啊、你怎么不见了？有看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按的？是单人？你按左下角有一个那个笑脸啊，然后有一个俏皮话，哦，俏皮话，宝宝心里苦。我帅吗？哦，俏皮话哦，哦，老司机说这个打坐，你知道这个游戏里面有个很特别的，它可以带大家一起念书哎、欸，还有就是所谓的经文系统，这个国文系统，哎、司机国文不好没关系，你可以在里面念这个经文，在里面朗诵《论语》，你点那个诗。你点那个经文，然后右上角点那个书籍，它还会写《论语》类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是啊，是不亦乐乎吧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啊，国文不好，国文不好，不亦而君子乎？你是不是偷？还有很多《诗经》，陶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你是不是偷看？你是不是偷看 Google 啊？那个、你怎么背得出来？我直接看他书籍啊，里面有吗？在哪里？你按右上角那个经文、哦、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书籍，有没有看到？合成。哦，所以可以各种亲属好、啊。抱歉，不然你来。国文不好，国文不亦乐乎。哦，不亦乐乎。那抱歉，那个是乐，那个是破音字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哦，真的可以、欸，可以顺便学、欸。而且这游戏结婚超简单，你只要跟你的对方的那个好友度到1314，就是送你就可以跟你的异性好友哦，就到达5级啦，1314你就可以跟他结婚了，送他1314朵玫瑰花也是浪漫。哦，你也可以互相各送600多朵，也可以比较穷的玩法。你为什么要忽略我的浪漫？你是不是很看不起？你是看不起这种女生1314朵？不是你的角色实在是很难很浪漫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再抱你勇一次，这怎么浪漫？你的脚不要一直抖啦，你的脚一直抖超烦的，气死我了！超像哎、欸，很可爱啊，这是一种你知道这种小孩子这种无知的童趣，两小无猜，够追哦，好可爱！欸、看一下还有什么动作？现在大姐姐包养小白脸。差不多，然后只要你组队，你组队1314以后，就你跟你那个你要结的仙侣组队以后，你可以来三合殿的月老跟他申请你要结婚，没错，结婚以后你可以申请婚礼宴客，然后对，你可以宴客，然后你还可以找司仪，像我们今天就是下午一点宴客嘛，他只能宴客就这3天，然后你还不能被人家申请走。他申请走，你就只能明天再来。对他还有那个时间限制，而且结婚也不是普通结婚，你以为跟公证一样缴个钱就可以结婚了事吗？他在那个里面的关卡还要先进行这个新人默契大考验，他还出一些这个还有很多，还有仙女双修，不如我们就先去参加仙女双修了、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双修是不是？来双修一下，仙女双修参加。应该是是不是你要按双修？我应该要直接按才对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好，你找一下。仙女双修，我们的活动。咻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说我无队伍？我又明明就有队伍啊。嗯，有啊，你跟我在一队啊。有吧？你跟我在一队啊？对啊，我看我队伍。哦，对啊，他已经在队伍中了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发送坐标哎、欸，他可以全员跟随。OK， 全员跟随。邀请你跟随。好了好了。好酷哦、喔！可以邀请跟随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吧，今天就交给你吧，我就这样放着。挂机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就这样放着。
欸，好多外观哦！你刚刚说能换外观，我才发现。可以啊，欸，可以换哦。胡言，为什么你不换喜袍了吗？你不跟我一起庆祝我们这个新婚的这个一日，非常的感动。你这么快就要把你的喜袍换下来，我好难过啊！好好好，不换不换，好不换不换。旁边那男的太吵了，换一个换一个最吵。来，我们来找一下，他说参加。而且你怎么那么骚啊？还把自己还帮自己挑一个九尾狐的坐骑。我先创队伍在这个仙女双修啦，然后我再邀你。好好好，来邀请你，有看到吗？有，同意。开启活动，走。爱之考验。嗯。你在右边呢，欸，我在左边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我们两个，我们是默契大考验哦，欸。所以我们这样不会语音哎，欸，我们这样语音是作弊哎，欸。双方轮流开启默契答题，需要选中同样的答案才算通关。答第一题，你最喜欢的亲密动作是？哎，靠默契，高高你不能讲出来啦。还是腿东？不是，我讲题目。哦哦，好好好。举高高、壁咚跟腿咚，我猜是这个。什么是腿咚啊？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腿咚啊？你这个人很不浪漫呢，欸。腿咚，啊，腿咚就是有人壁咚是用手臂，然后腿咚是用腿啊。哦，哎，还是不是？是他扑倒。可是你男的这么矮，怎么腿咚我啊？哎，欸，还是真正的腿咚是怎么样？怎么腿咚啊 ？Google 一下腿咚。是流氓。好，我猜是哦，这个不是哎，欸，腿咚超不浪漫。不是哦，我刚刚按到腿咚哦，哦，腿咚是有一点，就是有点类似这个用腿有没有把女生逼到墙面的这种概念，咚她。那叫流氓吧？那叫做流氓吧？好，不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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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答第一题。我觉得是这一个啦，最喜欢的亲密动作。好，我觉得懒猫这种变态应该是这个。你果然是个变态，我就知道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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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我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样比较可爱啊。怎么哪里可爱？举高高吗？高高好可爱。高高，高高第二题。高高好，准备好答第二题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哎，我就被这个通知都挡到了。只是，哎，上面第一个不错，哎，直叫人吃饭想吐。为什么你第一个是这个啊？是我这个这是 C 选项，哎啊，不小心讲出来了。OK， 嘘。不过一物降一物，愁怀古往今来骚人无处。你一定是选这个，你一定是选这个。我一定是选这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好夸张，啊！我就知道，妈的，早就摸透透你们全部的人了。拜托，你以为？你好浮夸，啊，早就知道了，你就变态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在，欸，可以飞耶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帅哦！这个天哪，我在空中飞，从 A 岛跳到 B 岛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那个花瓣都是 3D 的，就是它是独自飘的，它不是飘的跟后面背景一样，它会飘在你身旁的那一种。我一打开进来看，就觉得哇，不得了！我现在觉得你猜得透，我刚刚选那一个真的是很胡乱。再来再来，情感美文，你喜欢的是？你喜欢的是？我会选这一个啦，因为最近那个游戏的关系。好，就这一个了。什么啦？我这个好难选哦，喔，这个我就不信你猜得到。哎，你有啦，怎么可能？好夸张！不是，我想说什么灵魂再回，这看起来最中二。以你这种动漫变态魂，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啊，感觉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感谢花花三个月。在我台这件事情是超温馨，居然被你讲说什么灵魂变态？没有啊，不是。你是不是偷看实况啊？好浮夸哦！哎呦，早上有的时候会看一下，不是哦，而且。我就今天一早起来就看到你在那边分享你这个电脑的变态图什么的，就完全看到到底是什么人了。温馨可爱漂亮的图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第四题，欸，你有放过你的技能吗？
等一下，女生哭的时候该怎么办？女生哭的时候该。现实生活中还是动漫呢、啊？现实生活，现实生活，现实生活。好好，我打了。你绝对是这个，你绝对，你绝对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？我超猛的、欸，我是捕食啊！我是捕食。对啊，我的技能是捕血的。有没有突然觉得我很猛？我觉得刚刚那题被猜对，有种人格被人格被侮辱的感觉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就这种人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答第五题，你喜欢的情诗是？什么啊？这太难了吧！就选这个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好想，就这个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好夸张啊！你跟别人偷看实况了吗？我没偷看，我真的没有。我真的，我发誓，而且这有延迟，好不好？这有延迟。我开始按技能，气到不行。这家伙一直偷看我，我就感觉哦，我是捕食、欸，你看我可以帮你补。哎、欸，不能补哎、欸！我记得我有个群补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有被我补血吗？我满血，哥哥我满血。那我打你一下，不行哦，我们又打不到对方，不然我们一起去打怪，让你看看这个我在帮你后面帮你补的那个实力。好，可以点击开始修炼，哎、欸，可以修炼了。开启修炼。然后有玫瑰花瓣。爱心的玫瑰花瓣是一个怎么样？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双修啊！莫非这就是？哦，我们已经在双修了。对，莫非？那我们要打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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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打坐，打坐。我不小心跑出去了，再试。打坐。我要近一点。哎，我离你近一点。哎，我还会面对着你打坐，哎，好扯哦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我要怎么面对你？好，我这样面对你了吧？打坐。没有，你没有面对我。我有吧？我一个啊！我一直不小心点到。快快近点，近点！好好好。好，打坐。好，打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女双修。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子。够近，够近了吧？够近了吧？哦，为什么我背对背打坐？哦、好，那我再一个这样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哦哦，这个，这個，我要打。哎、欸，你干嘛走啊？我这样子打坐角度刚刚好你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刚觉得那个，刚觉得有变态色狼。我刚那个角度很刚好，你不要闹哦。我刚那个角度最好，有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有没有、哦、浪漫？是不是画面有延迟？你是不是跟我不同画面？好像有一点。你是不是在看我胸部？住手喽！我没有。不要再看我胸部喽！我没有。不要再看喽！我没有。我要漂浮了，漂浮！你看我漂在空中。哇，你中间这个是中空的？什么中空的？不要乱讲话哦！小心 YT 键哦！好看，好看哦，好看，好看哦！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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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。哇，散步，散步是什么？哇，我可以在原地走台步、啊。哦，那我也来漂浮一下。哦、oh, ，你也是漂浮一哥，是不是？角度赞啊！真你干嘛走啦？你刚刚那个角度，天上掉下来。你刚刚那个角度，我觉得很不神作。你是在漂浮偷看什么东西？这种浮世的感觉很不错哦。神作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再看了，太明目张胆了。哎呦，你要在地上哦，太近了吧？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太近了吧？这家伙够了哦。哇，所以我们就是回答完这个默契问题，一直待在这边就会各种经验跟各种钱呢、欸。钱方共跟经验啊，一直无限来啊。好猛哦！直接削五分钟。真的海削，你是不是升级啊？你怎么？哎、啊欸，你的这个突破的这个
你怎么这么快就可以突破境界啊？你是不是晶片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氪金啊？元宝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失敬失敬失敬。这个修为这么高，等一下是不是该？好有趣，是不是该带一下你的这个新婚老公大人？丢哎、欸，他可以，他你按住那个技能，然后他会有一个，他会有可以让你选哦，指向，指向性技能哦，真的耶。有没有有没有？你有被我补到了吧？你有被我补到了吧？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欸、有这个、欸，我会丢地板上。剑雨，我的弓箭手，你怎么一个男生，然后当一个捕食，然后我怎么一个女生当一个弓箭手？重点是你现实生活中还是个女的，我现实生活中还是个男的。没有啊，这个性别没有错误啊，我觉得厂商选的很对。性别无误吧？聊天室四八四啊，四八四啊，聊天室。我放我仙气的时候还加速，加跑速。嘿，有没有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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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剑鱼，这是我自己的。哦，后跳。我记得他有一个副本模式是，欸、有，刚刚那个有补血，刚刚这个补血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记得他那个有一个模式里面是好像可以五对五打 MOBA， 我记得有一个小副有一个对战模式，蛮酷的。看一下、啊、活动。然后我第一次进去打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被屌虐，大家都超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双休结束了。双休结束了，要回神都了，好难过，我们这两人的小时间就这样没了。一出来还降物榜跟魔榜。哦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真的神作，因为就是它就是也有宠物系统，我操，宠物做的超好的。我宠物哦，你看看你的宠物哦，哦，宠物很可爱，叫啸天，宠物超好看。我有一个这个抑郁圣石，是我看到它每天就想上线。看他哦，做的不错、欸。我有诗经可以用，宠物很有用，你知道吗？经文那边你可以叫宠物帮你拿一些奖励回来，就它会有時間有没有跟一些概率拿到东西，然后拿到东西以后，你就可以再完成你的书籍，继续让你变聪明。真是很可爱，真的。如果你想要就是尝试的想要变聪明，或是国文好一点，就一定要就是派出你的宠物。不要像 N1 一样，国文都这么差，好不好？多念点书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你旁边呢、啊，我在你旁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见了？我在这。哦，人数太多的时候还自动优化一下，这样也不错，这样才不会吃手机的资源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。啊。要不要去打打看，尝试看看其他的副本？请问可以去？不能骑宠物，抱歉，就是骑宠就是骑宠，宠物就是宠物，好吗？聊天室，聊天室不要这样哦。我们可以找一个聊天室的人一起去打那个秘境啊。好啊，叫他来 carry。有没有这个聊天室很生猛的啊？生猛硬派，或是想要被 carry 的、啊，现在赶快来这个扫描一下 QR code 下载。想要被 carry 有没有想要被 carry 的？扫描一下 QR code 下载。啊，我放个队伍，然后我邀你。好友邀请哦，达不到会自动提升呢、欸，好棒哦！居然会达不到会自动提升，所以他会自招募，自动就是自动让大家的这个装备跟这个等战力等差是会有平均值的，好猛啊！不错哎、欸，谁邀我好友啊？赶快秘境布衣，秘境布衣。他最多是三人，是不是？最少三人，最少三人哦，最少三人是吧？最少三人啊，对啊，最少三人。哇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一转九十五等的绅士进来了，好像很不错，好像很 carry。绅士来玩嘛！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你在这边招人好了，然后你就是录一个音。哎、欸，有原来
怎么是雨熙呀、啊？是暗装是不是？难不成唐雨熙？难不成真的是雨熙？唐雨熙他不在神都。好，我只好把他邀请过来。你知道这个游戏你可以全员跟随。OK， 这个游戏你可以就是直接录音，然后它会发送出去。啊，进入副本了，真的啊！你可以跟你的，可是我录音，我录音一定不给力啊！你就是女啊、哦！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！我要解除跟随，取消跟随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来发送这个，这个、太难了吧？藤蔓，我这个应变阶级的，居然来，我来帮你们补血，我要站后排。再发送藤蔓！我这个 A 1我的天哪、啊！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你打多少啊？你的数值是多少？我打到四五万在跳的。天哪、啊，你怎么这么强？我才一万多。多少？我一万多。哎、欸，我是捕师。应变阶级。我是捕师。两万。好吗？我是捕师。三万。五万。哇！有没有？你看我这个持续补血。好、哦，你快补那个我们的雨熙啊！CD CD CD， 这雨熙怎么看的？好像有点厉害。哎呀，我被晕了！啊，被晕的时候那个画面还会……好、啊，再来再来，持续补血，持续补血。后面有一个酱油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说傻了！我在酱油啊！我有在补血哦，我有在补血哦。我老公酱油啊，好是吧？聊天室，你没有看到我在补血吧？你没有看到吧？这都是误会啊！我有，你们觉得贝利每次酱油的话打个一好不好？说啥了？说啥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老公？我明明就在补血，你看看你们满满的血量，当捕师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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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了！我要去跟这个雨熙结婚了。他已经有老婆了吧？他已经有老婆，完了。哎，不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这不能单补的时间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才用了、哦。好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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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不闪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补了！你快去前面！你快去前面！因为我要补。打我、啊！你去前面！对对对对对，你站在这个空间，没错。刚为什么没补到你？你为什么不补我？等一下，我刚为了补唐雨熙哦，唐雨熙，唐雨熙很自然意见的，他感觉是我们对我坦克，我当然是先补他。啊我没有躲技能，你要站在这边。有了，我在躲技能了。啊，谭雨熙也要死了，没了，他这个补的只有一下下，我看可不可以指定补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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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一下我要站在一个好位置。啊，死！不会，不会啦！啊，他怎么死掉啊？怎么死的这么快？队友在说啊，他一定也想要骂我。我觉得重整一下，可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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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哦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帮你缓速他。他不活，他不活，他不活，他不活了。我拖过来，他不活了。有吧？我有在帮你补血吧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都是在帮唐雨熙补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帮他补，你就帮他补，你就帮他补，至少你有在补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不是我刚刚有补，我刚刚有帮唐雨熙补哦，只是我这个 CD 的速度，我们快来不及哦。就这样吧。说啥了？耶、yeah ！你怎么这样？过了，过了。过了我刚刚真的有在补哦。打开礼包，没有哦，二十二万经验，二十二万经验，哦，好，劳动节礼包哎。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了，我再来帮大家补一下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开？哦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但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那个突破那个等级太低了，补量撑不上来。我觉得是修为不够。对对对、哦，这个时候就是修为不够。左上角，您的修为多少？我的修为92169。嗯，修为不够，我猜修为不够。你多少？我12。123000，可恶，可恶，成长礼包。
他还会告诉你哪是 OK。我跟你讲，修为不够，我就在这边开始，我要变强，急需提升。哎、欸，你的装备修为不够，你的胸围够。哎、欸，好同事、欸，真的是好同事哎、欸，我胸围真的够啊，真的是好同事。等一下，让我变强一下，我要按我要变强、哦。我已经再按一次秘境了。我，哎、欸，你的装备都几阶的啊？都加十、加十二、加十三。好，等等等等，我先把它全部加死。哎，我强化石不足哦。强化石不足，元宝能够代替。等等等，我们现在专心打，等一下又要死掉。这就是资产主义的力量了。哦，看来懒猫已经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位置，在后排。方式吗？哎，我早就知道了。躲远远的，这一次躲得比较远、啊，躲很远。啊，我们的唐雨绮跑哪里去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觉得我们其实伤害都差不多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？有吗？哎、欸，他也应变啊，你看他也应变啊，他的修为也是应变啊。奇怪，我赖怎么没关通知啊？照理说我赖应该有关啊。哦、我都习惯直接把左上角那个。勿扰模式打开，怎么开勿扰？你说那个月亮，月亮的时候吗？对，那个月亮，那个月亮。玩手游的时候最不能接受就是有人打扰我了。哦，按勿扰模式会怎么样？就是电话拨不通这样。电话会有，但是其他的通知就不会出现了。哦。所以就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电话你还接得到，但其他的通知都是你自己要去看，不然他不会。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我以为那个是什么晚上睡觉模式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按了以后，按了以后就开始播那个音乐特别舒、那個、的睡眠曲之类的。音乐特别舒眠，调一下拔箍，头很痛之类的。还跟我知道哦，唐雨昕我来了。模式手机开始晃。我这次一定要保我们的坦，唐雨昕压死了。雨昕很夸张哎，雨昕是不是不躲技能按自动在打、啊？他真的是按跟随在打哎、欸。唐雨昕怎么这样？你不要再挂机了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。雨昕真的是夸张，大家都误会我，我只是想要当一个好好的捕尸啊。啊，懒猫你在哪里？怎么躲这么后面？风筝。我跟你讲，跟随有跟随的好处跟坏处。你看像他这样子跟随，他待会复活，我就再拿他当盾牌一次。可恶！你看，刚刚大家都怪我，根本就不是我。道歉哦，唐雨昕道歉哦。唐雨昕道歉哦。害大家都觉得，妈的，我等下录个队伍语音。等我，唐雨昕不要再挂机了。你刚对我跟他讲话，唐雨昕不要够了哦。等一下，现在很忙，等一下再跟他讲。哎、欸，这很不错哎、欸，因为实际上看起来他会把你的修为提升，然后到可以打的境界，然后对，就差不多。躲技能的话就打得过。对你刚像这一场，我们知道他技能以后，就是不是轻松就打过了？等等，录语音的时候来了。好，对，我听。好，取用麦克风。唐雨昕，不要再挂机了哦。不要！哇，挂机会被消音哎！我来听一下。好，取用麦克风。唐雨昕，不要再挂机了哦。经验可以坐下回血，坐下回血。哎、欸，他还在挂机耶，他会不会恨我？他等下会不会来打我？是不是有点猛？而且有的时候，因为老实说，我觉得玩手游就会有个困扰，就是这个手机打字真的是有点慢。这个超级方便的，直接录音干掉别人。真的是八加九。有直接录音，不是他刚刚害我被误会。我在挂机，我哪有？你看，全聊天室人都误会我是挂机仔。
你看他到现在还在挂机。你没有挂机啊，你只是玩得很像挂机而已、啊。我帮你平反一下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补知道这边的存在感真的感觉很低耶、欸。哪有啊？我都有在补血，好不好？我猜啦，要我猜的话，我就猜应该是因为那个绿色字特别小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、欸，你有补7000？我明明就有，欸、超多哎、欸！我明明就有你，好啊，都不要补，都放生，都放生了，我看你们怎么打。那你可以输出吗？不补输出一下好不好？一定是因为这个人体在这个潜意识里面不太喜欢看绿色的东西，大家都不喜欢绿色。哦，有可能啊。不是汤米哦，我被晕了，我被晕了。不过这也代表说这游戏可以，这游戏只要你忙里偷闲的话是可以玩。嗯？只要你的队友没有忙里偷闲的话。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要找一个好队友啊，你知道？你很忙的时候找一个好队友就对了。即使你很忙，欸、不错哎、欸，找一个好伴侣，然后他邀你就好了。真的，你就开始忙公事，开始做自己的 Excel， 我就可以当渣男了。那只要他邀你的时候，他就叫你一下就好，你就上线给他邀一下。一呢？不错啊，不错啊。这里已经看清楚了，数据已经超高了。最认真在玩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板真的要躲、欸，我觉得地板超痛哎、欸！你看刚刚这唐雨昕都不躲，都不躲地板，我这个根本补不回来，你不要再闹了，唐雨昕。雨昕又倒啦！雨昕，你真的不要再闹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次呢，我为了让我们过去，懒猫去，打开了这个，我打开了这个电脑 AI 匹配模式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旁边有一个金丹的龚以璇。跟这个好猛哦！你这怎么开的？你这怎么开的？所以就是忙里偷闲模式啊。龚以璇另外一个在哪里啊？我根本看不到他，叫做哎、欸，这在哪里啊？我也要开忙里偷闲模式，但他们都死了、欸。队长，队长，队、哦、长邀的，队长才能邀，队长开的，对，队长开。但他们刚刚都死了、欸。79级嘞、欸，有79级，有79级。你怎么快？我才69。哎、欸，很快耶！我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是68，这么快就升一级。升级就很简单哦，活动做完成。我看不都一转多，我好像把我全上的装备都点到15级哦，可以点吗？你看、哦，我也要点，我也要点。每日单人任务，我先把这个学额实习之，学额实习之，把它读完。每日，这个叫什么？不是有一句什么话，什么一日什么三日不读书，什么什么怎样的？我抱歉，国语不好。面面目可憎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怎么这样啊？好难过、哦。说好的下线网呢？哎、欸，九折嘛，九折。我们就用使用这个元宝之术，各位。好，我们去下一个，我们打另外一个副本，好不好？你都完全不想要让我提升我的装备，是不是？你还是你觉得我提升的装备也没差？我觉得我们不用提升，你直接用那个系统帮你增加就好了。我想要提升呢、啊，可以购买20个。好，买、哦。我这个修为的提升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开玩笑，我还全身加10了，各位。全身加10很有用，加上去感觉还好。加10真的很有用、啊、强化10又不足了。其实仔细看啊，他左上角那个我要变强那边，他会直接告诉你哪一些变强，而且那些变强其实他所推荐的都还蛮简单可以办到，他推荐的东西都特别简单能够办到，他会有一个红点告诉你说、这个东西你可以拿来变强，然后。通常他推荐的都很好办到，突破禁忌。哎、欸，突破禁忌。哎、欸，你怎样？你变哪里？你变虚丹了是不是？我变，刚刚是虚丹啦、啊。我变阴变。你也阴变了。我阴变了。我瞬间阴变。你也阴变了。我阴变。我来看一下我战力，为什么我修为还是9？懒猫，为什么我的？修为没有提升。
为什么你也可以到英变啊？现在打什么？现在打什么？我刚刚就觉得被看不起啊，我觉得不高兴。这个副本是，我想要到原因了，没有办法接受，没有办法接受。这副本是打啥的啊？这副本是龟墟。啊，我们可以获得什么？哦，这边可以比较难一点的副本哦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，比刚刚那个还要难一些。副本结束之后可以领取强化石哦，是材料副本吗？强化石材料副本。这个你看，我们开场就已经先叫了两个金丹的人来帮忙了，但还是打得比较有一点吃力。对面的有够硬，有夸张，我们在打完第一波而已，第二波将会在十秒钟。赶快趁这个时间，赶快把你自己血补起来啊！贝利梅梅帅，有吗？我的血哦，真的哎，不会不会，一点点哎，我等一下就站在后排就好了。这样不注意自己的生命，刚好被人家说不尊重生命。难不成你的宠物是什么名字啊？难不成我的老婆在担心我？我的宠物是这个、啊、抑郁圣石啊！抑郁圣石、欸，你的宠物也快没血了。你可以帮他补血，我看他血在回耶。我用范围补血哦，他就是只要站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人都会被补到、哦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不错？他们都在说贝利梅的胸围没有提升。我道歉哦，聊天室，道歉哦，你现在给我道歉。聊天室都直接性骚扰，夸张哎！全部的人都给我道歉。没有，重点是，你知道我的点也不是说什么，干嘛讨论女生的胸部啊？是道歉呢、啊，很自在，很自在，很自在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前面写金丹都是你叫出来的，帅了吧？哇哇哇！他干嘛？他刚这个特效好猛哦，这是哪一招啊？太帅了吧！他这个天降之剑，哦。太猛太猛！见证，直接把我晕爆。我一直用穿透在偷打两只。哎、欸，我都有帮你们的这个圣石补血，虽然都放的有点歪，但多多少少有。哎、欸，这边又来了一个人，打他！小天，真的比刚刚难打哦！我一个走打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们的招式都很浮夸、欸。你刚刚看到那个王，他好像就是召唤出不知道几支箭。哦，还是这是谁的招？这唐禹锡的招吗？我叫做懒猫萌萌喵啊，然后他叫做贝利梅梅帅啊。他上面会有一个懒猫萌萌喵的仙女的仙女，我上面会有一个贝利梅梅帅的仙女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的宠物是不是很高级？哎、欸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垂儿什么东西的？我一直看不到他。垂儿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然后有个血条是什么卡宠物？对，他在那边，好像宠物卡在那边吗？还是谁的宠物没有在动？不知道、欸、啊，我猜是他跟随的宠物没有在动，是不是？一定是唐禹锡哦。唐禹锡现在没有在跟随嘞、欸。哦，他开始手动了，他被你呛完以后开始手动了。八加九真的有用啊！出来走跳，讲话就是要大声，是不是有用？他真的没有跟随、欸，笑死我。把界面关起来好了。他、啊、真的不跟随、欸，好扯哦！哇，原来这样子讲，原来这样呛人是有用的。哎、欸，他会送我们三阶护甲、欸，哎，我们刚刚身上穿的都是一阶的，还是你已经身上有三阶护甲了？你身上不是三阶的吗？我身上有三阶的，也有二阶传奇。我的都是一，你为什么会有二阶传奇？嗯，我这就是一个喧嚣的夜晚。我都是难怪我这么废，我要怎么，我也要变成三阶仔，多打副本啦！我要变成三阶仔啊！多打副本好不好？副本就会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真的没血的时候，哎呦，奖励。哦，继续领奖哦！继续领奖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、嗯、精英礼包，三阶精英奖励，精英礼包，打开我的背包，你别鉴定它，三阶护甲，
哦，我今天到一个比我好的，多一点点法攻。为什么没有装备？有。为什么没有装备？鉴定它，在你包包里面鉴定它。它有没有写可以鉴定？你把它鉴定起来。没有啊，有吗？还是我没有看到？有吧？哦，有，可鉴定，可鉴定，有了。错。哦，我终于。而且他一次就给你一整个礼包哎、欸！你就一直鉴定哦，你就变强很多，真的不虎哦。而且换装备也可以直接那个。我不要补血，我现在要换装备。哎、欸，我又进副本了。好，你们先打哈，我来这个研究装备是不是。这个对，我来穿戴一下。哦，比你好了，他会直接。哦，对，他会直接写在上面。嗯，你看我现在修为已经12万7000了，只要我到14万，我就可以变成元婴了。为什么我这还是一阶的嘞？我应该有二阶，二阶稀有。啊，好了，也不一定比较强，要看他的品阶，还是要看他的品阶。真的，他现在也是有分颜色，这个绿色、蓝色跟紫色什么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黄色超强。鉴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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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鉴定。哇，怎么都是绿的？没有，你以为天天过年呢？慢慢来，别急。不是，但我刚好看到一个，我们有一个人在直接说自己挂机，不准别人挂就算了，自己挂。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们很强啊，你们这么强。雨欣要死啦！哦哦，好啦好啦，补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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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补他。你可以的，雨欣。我这个瞬间修为到了96000啊，各位，即将突破10万。没有，是这个葫芦可以补血。我刚刚应变是右边有一个葫芦。我刚刚应变是使用了这个元宝大法哦。4万就可以元婴了，还是元宝大法？当然要用一下啊，为什么不用？元宝大法很强的。可是即使我这样子，他还是说我的装备很不够强哎。是哦，就代表辅助也不够，我们要再更那个一点。突破到原因，他说要我突破到原因，突破的更认真一点，有没有？我看到我的补血了吧、嗯？可能是因为我的宝石太差。我刚刚看到世界评有人说，这个游戏男女失衡，懒猫说一下话给他听，让他知道男女多失衡。世界评录一段音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你该不会正要录吧？你该不会正要录吧？我在录啊，我在录啊。没有男女失衡啊，女生很多的。讲干话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！真的耶！真的多、哦，笑死，快笑死！哎，性别无误，像我们的懒猫就是，哎、欸，不说不说不说。胸围多了，胸围还是小，说啥了？哎，我声音有点荡掉，我重接一下。啊！好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回来怎么没响？吓死我！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我发现我这个大招，它好像会自动挑这个。这个目前本这个队伍单位血量最少的人进行一个超级急救、欸，所以它会自动侦测。超级急救啊！万一、超级急救，超级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？就超级急救啊！超级急救，因为他补很多哎、欸，他补几万的，好中二哦。但万一我血量最少的是宠物啊，他不就把我补宠物？啊，刚那阿内五丢，我这个元宝应该要赶快，我想一下，我们应该要镶嵌一些。被你们录一段，我跟你讲太可惜了，我今天没有把这个变声器打开。
我也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变声器？我就也可以打开变声器录一段啊，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你啊，不然啊不然，你现在男角不是吗？你对是不啊。是说，其实我是男生哦之类的？他听到你的声音，然后看到你的角色跟你的话，傻眼。其实我是男生呢。完了，这些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就是神经病？好绝望哦，玩一玩越来越绝望了，很错乱，男角都女 的，你们刚好女分角两都边男的。打，这样我很难补哎、不是啦，他刚才追我，我很怕，我拉过来，过来，欸。啊。哦哦，他来打我了，痛啊痛啊痛你明明就满血，说啥呢？我害怕，我胆子比较小啊。第三好，今天这波，款游戏叫做《长生诀》，赶快点那个连结或扫 QR code 下来，没错，请大家扫一个 QR code，扫一下 QR code，帮忙扫一下 QR code，然后扫下载 QR 再 code 玩。很快吧？拜托下载一下下来，不浪费你们多少时间。你觉得观众比较喜欢扫 QR code，还是点连结下载？扫 QR code 吧，手机扫 QR code 多方便，可以直接下载。我自己觉他说得之啦。后会有一个部分是穿泳装打的。好扯哦！现在有吗？他有电视广告啊。哇，唐禹锡也要死了！唐禹锡，你有看过那个广告吗？电视没有广告。哎、欸，我没看。我贴给你，啊？你可以开 FB 吗？还继是续我领用奖。什么贴给你？好啊，你用这个贴给我？FB 也可贴。以。好，用 FB 贴给你好了。哦，好。嘿，贴。看一我给下。观众看一下，看广告。屁嘞！我明明就开勿扰，为什么 FB 还是通知？花子，哎，他真的是穿，他真的，哎呦，怎哎，好样？酷哦！他正在水里面玩呢，他是用泼水去攻击别人的。哦，好，现在是看影片时间吗？让我来放个影片给大家看看。不准有人欺负我们家 baby，看我泼水来解决你。不准有人欺负我们家 baby！影片开看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还是有人欺负你？不准别人欺负我们家 baby，帮你报 不仇，准看别我人怎欺么负我们家长 baby！生诀，这辈子不准别人只欺负等我们家 baby！然后他就泼他水，你有看怎到么吗？了？他泼你他不水，舒服哦？他那好有还趣，是是有人泼欺水。负你？不准别人欺负我们家 baby，帮你报仇，看我厉害！长 你生说那诀，个里面长得很像菜头的那个在泼他水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它里面角色是穿泳装在打的啊，真的是穿泳装在打，欸，很酷欸。而且我们这个里面好像其实已经有一个泳装造型哎，真的啊？我刚刚在换外观的时候有看到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哎，我这手机还是会通知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有我没获有得稀有这装个备。清凉夏日？老婆你在装备。哪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会看到我？你在哪里？哎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屁哦？你看看不一下到我我的了图是不片，是？快快快，你快我点看换到你泳啊！装！你看我这样子，这个超正的。没有，我不想看这个，我只想看穿泳装，快点！哦，超凶，我只想，我确定有看到勿扰游吧？我要去外观商店里面买那个啊，没有吧？清凉夏日，里面就有吧？还是一我天，自己已经偷买？你一定偷偷买，来喽。好。来，来，我的背包把它打开。清凉夏日，使用。哎，我裙子还哦，半穿呢、欸。这个心机很重，心机很重，心机很重裙哦。子还不好好穿好，哦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还会长狐狸耳朵。
怎么长啊？我看。可是他又有时装那个。啊，不然这个和服，巫女和服。哎、欸，他的和服心机很重哎、欸。露小肩膀。真的。下面还踩短，侧边看还可以看到屁股的弧线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吗？为什么没有看到？侧边看。哦哦哦！真的心机重的，重的重的。哦。啊，背面看到什么？变泳装了。那泳装怎么那么？你的泳装怎么那么屁啊？好啦，你就是想，你就是歧视矮子啊！我告诉你了。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吧？我的问题，你不是矮子啊，你的角色懒猫那么幼了，懒猫、欸。你还有一个泳镜在头上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你还有泳镜。懒猫现在就是歧视矮子啊，各位，懒猫就是看不起矮的人，申请公主抱。踢什么腿？你看我踢那个腿，还穿拖鞋。哎、欸，其实你的脸蛮正的哎、欸。开玩笑，这个你在干嘛、啊？你不要再踢腿喽！真的助手、哦，我旁边那个抑郁症手好可爱、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旁边为什么带着一个女人？觉得我宠物不得了，可爱哦，萝莉控啊！贱人，你跟我说，你旁边为什么带着一个女人？男生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啦，女人要习惯啦，好爽啊！好爽哦！天哪，用一个男生的角度讲出这句话，我的天哪！我似乎懂了什么，为什么懒猫二次元老婆可以这么多？我似乎懂了什么？不是，他们都是我的真爱。哦，什么什么三妻四妾都是老婆，不是妾，都是老婆，都是婆。我爽，我好像刚刚在刚刚讲完这个之后，我好像有一个新的体会，真是不错。这是我的头巾，头剪一下。嗯，加十加十。好玩的活动啊！你看一下，我再继续变强。继续变强，继续变强，变到一直想要变强。真的，我要变强。我们去打经验遗迹吧。啊啊啊！队长区拥有遗迹之门，我看一下我们遗迹之门。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个遗迹之门。什么三阶的？为什么我不能穿？已绑定机之门，对啊，二阶稀有，哇，紫色的紫色的二阶稀有，跟三阶普通哪一个好啊？来，我邀你。哦，好，走，好走，发起招募，可以飞吗？可以飞啊。好，你说我拉你跟随过来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有人问我说这个游戏可不可以飞吧？可以飞 啊, 啊，当然可以飞啊！就用使用转换的时候就会飞，使用你的仙术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上跟来跟去，啊不，飞来飞去。有没有？飞的时候还会很花俏，一个翻筋斗。你在哪里在飞啊？什么？我刚刚从另外一个岛跳过去。我应该是跟着你吧？对啊，我现在是去找你哦。我看看你在哪里。我在经验副本前面啊。有有有，我要到你旁边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在地图上看到你，这个紫色的三角形。有有有。嗨。嗨。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回归最终的初衷？一生所爱。怎么样？怎样？要再一次？一生所爱。要再一次默契大考验，是不是？还不能啊，哦、不能默契大考验的。哦，哎、欸，默契大考验一天就一次。我刚刚好像有拿到这个新的这个书的，哇！经文吗？对，经文它的如何成长去啊？我现在对啊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每一个类型加的都不一样、欸。哎、欸，合成没有错、哦，好扯哦。那所以，我之后应该要念这个尚书类，你要一直诵读。周易类，没有，是每个都要派出去，每个都要读。啊，万一不擅长的也要派吗？
我觉得应该也是要派吧。只要你要变强的话，走喽！啊，走走走。安安，他不在神都，邀请他一下。脚控来看台了，可是本台卖的不是脚哎、欸，本台卖的是胸跟精美的小脸蛋。你笑什么笑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你笑什么笑？不要瞎掰，我自己笑自己就算了，你笑什么笑？开始，是可以帮我跟贝利梅说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吵，说啥了？我要取消跟随啊，这样好难走。哇，前面这个很猛哎、欸！你看它上面有一个花什么花生，花生梦蝶。那个是花吗？花生梦蝶，明明就是花。蝶梦生花，反过来念好像顺一些。妈的，还真的来，还给我刷那个图。白目，我观众人就很好哦。白目。我刚刚还在跟我观众聊那个要把我那个 cosplay 计划改成把所有世上的萝莉都 cosplay 成成人版，你们觉得很不错？啊？就是例如说康娜，我就 cosplay 成长大版的，有没有？这样胸围也有，可爱也有。说啥呢？我没有在瞎掰，我认真的。这样就失去它美好的意义啊！不会啊，也是可以很美好啊！啊，不能两种属性同时拥有哦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聊天室在暴动了，生气了，气屁气哦！你们要萝莉就是萝莉，不能变，不能变大。你们要开阔自己的眼界哦，不能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啊！不行，哎，蓝猫在哪？我帮你补血，我帮你补血。不行啊，没补到，气死了。气屁气哦！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啊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！我就是要，不行啊！不要，谁都拦不了我。哎、欸，补血，补个。你这是蔑视的举动，小心点。蔑视是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异教徒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我待会就跟你离婚了，马上就要离婚了。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相容，这世界上已经不能。不能！啊，闭嘴啊！吵死！吵死！我就是要，谁都阻止不了我。这些萝莉控，小心！我现在就报警。再说，二次元不犯法，我查过了。你的发言好危险哦，好可怕哦！我查过了，二次元不犯法，三次元才犯法。母亲节特别企划，把萝莉 cos 成大妈。你不要把萝莉 cos 成大妈、啊，我会翻脸哦！天啊！笑死，超好笑！哎呦哎呦，按到瞬移，总共还你有瞬移啊？我就有一招是瞬移哦，因为我是捕食，我保命哦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的修为要变十万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已经13万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怎么样可以十万？继续。重铸。哦。不是，我们在打副本旁边那个。永春小屁孩一直不动，受不了了、欸，连跟随都不按。我想要，不是啊，我想要，我想看一下我如何突破十万啊！我想破十万、欸，气死我了！旁边那个永春小屁孩就这样挂着不动，直接在旁边开始挂。哎，我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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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是小屁孩行为、欸，我天！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就想看看了。哦，居然给我一个宠物！哇，经验超多，超多经验！你刚拿到多少？等我直接哎、欸，我也七十等呢、欸哦，好扯哦！好扯哦，直接升一等、欸，真的经验很多、哦，不错不错，不错，小虎，
哎呦，好久没去你们家看猫了，真是可爱。哎，技能，我可以转，我可以转身嘞。什么？我可以转身嘞。哦，我有个可以替换的啊，这个可不可以升级？哦，我可以转身嘞。一键升级技能，好猛哦！我要获得长生诀九个，我就可以再渡劫，我就可以转身了。所以转身也没那么困难，转身会成功了嘛？转身会怎么样？就是你的数值又会更加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数值变好啊。我还在研究我这个装备。习武之人为了要提升，通常都会转身 吧。我刚刚又看到一个蓝色的，感觉好像常打副本，绿色的好像不太用留哎、欸。是我修为一直在提升哦，真的很强。我破十万了，我破十万了。哎、欸，镶嵌宝石急需，哎，镶嵌方形宝石镶嵌。哎呀，我要怎么变强？哎、欸，我没有圆形宝石、欸，哎，怎么会没有圆形宝石？前往商城获取啊！来个圆形。他那个装备的宝石上面，前往商城获取。哦。哦，突然觉得我感觉变得超强啊！难不成该使出所谓的元宝大法？早就在使用，毫不害臊。哎、欸，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玩的话，也可以这个现在赶快是扫这个 QR code， 赶快下载。想要跟你的老婆抱抱吗？永吻，永结同心。八十级，推荐修为有快到哎、欸，我好像蛮强。哎哎哎，这很正哎、欸！我在旁边看到一个，看到一个萝莉，很可爱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们离婚吧。好，离婚了。这很可爱哎、欸。他是虚单，我来看看，他比我废哎、欸，我应该可以跟他求婚吧。问他要不要结婚啊？啊，他怎么不见了？这个、他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可恶！装备强化，急需提升。强化时前往商城获取100个，是不是？我来提升一下。怒买。我至少，我觉得我要至少全身要加10。好。哦耶耶，加10差很多哎、欸。闪电结婚，闪电离婚。不是啊，我就觉得旁边那个萝莉比较正啊。修为提升，哇，137,900啦。怎么那么快？38,100！我天哪、啊，我根本是神。那你有突破境界吗？哦，提高修为才能再突破。二阶项链与戒指。我继续重铸这个看看。二阶肩膀。哇哇！没有重铸时，我把这个三阶的绿色。都重铸掉，所以我需要一个二阶的戒指、嗯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分解装备？没有，没有到分解完。我这个开玩不开玩笑，真的是厉害。我好想他刚刚那个肩膀哦。哎、欸，他看来这个神兵利器很厉害哎。我觉得好像有加9600多哎，有点缺宝石跟材料哎。祈福十万，祈福，你一直下班一点是有看属性没有啊？不是那个属性的那个条越多越强啊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我去一个什么可以祈福的地方看看，他好像祈福了之后就可以拿东西、欸，祈福。哦哦，送我经文呢、欸？为啥你可以有经文？这么爽？有一个，你包包里面有没有一个绿色的，很像这个球签的这个东西？提交。哦。啊，这个过期了，来出售。这个求了签之后呢，可以来这边祈福。哦，他就是拿剑池的东西，然后再交回去交的概念，不错不错，一年。然后都要杀那些东西才会拿到二阶那个。我是在看我打不打脸，其实我打脸，操。哦。看起来八十等应该是要有十五万修为没有错，只是现在升阶修为再上去就有点困难。可以。靠！我祈福祈到超多东西耶、欸！他刚还祈福祈到这个，我本来是绿色的铅筒，已经变成蓝色的铅筒了。一直在祈福哦，真的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，不要再祈福了。就想拿好装备哦，运气已经够好了。哎、欸，少来！我看到你这个最近那个抽卡，哎、欸，感觉你抽的不错啊。是否分一点欧运给我？不是我的账号。哦，不是你的。又不是我的账号，帮人家欧有什么屁用？可不，可不，可不，原来不是。最后死的还是我。原来不是你的，哇天哪！我有一个橘色的那个哎、欸，橘色的诗经可以开始诵读，好扯哦！我来看一下哪一个可以给这个，都是经验值哎、欸，感觉提升经验值也是很不错啊。就去诵读《论语》。三合殿。哎、欸，你再找个副本来打吧，看看我们这个增强了实力之后。你增强多少？我现在超级强的好不好？我现在十万呢、欸，谁在打我啦？十万是不是？哦、这是任务是不是？这是任务怪，我一定要打他。贝利梅帅专属的封印妖魔。好，等一下我来封印他。快了，就快到了，差6880，可恶！好想要到。那个修为哦，你差了多少？怎样？14万是不是？差6880，好像可以哎、欸。你再升级个什么吧？我在想我要升级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种游戏转盘，这种游戏最魔性的地方就是你看到那个修为卡在一个很奇怪的数字，你会很不爽，就很想要升级它、哦，超想，是超级魔性。怎么我攻击力怎么这么烂啊，怎么都打不死？但他也打不死我。攻击怪物。哇，我应该要怎么样变强嘞？差这么一点点。一直听到胸围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脑子里想什么，就会听成什么。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修为，好不好？这个修仙的本事，你脑子里都装满了这种脏东西，听成什么胸围，不可取，不可取。为什么我这个怪我打不掉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，880，我只差880。点击背包，快了！点击背包，快了！哦，抽奖青铜钥匙，
食用。我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开啦，给我装备吧。哦，没有装备吗？要把它再变强吗？好，哎，再去打一个，有没有什么这个装备的？这个镶嵌到底在镶嵌什么？看不出来。为什么是强化失败？它这个叫做什么？鞋子。鞋子上可以镶嵌哪一个东西？太极。我再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变强。这游戏不适合强迫症玩家。我差七十修为，真的是强迫症发动。哎，真的会分急需提升跟勉强提升哎！我刚刚以为我全部都是急需提升，感觉就是说说，结果我居然真的是七十级推荐的修为是元婴阶级修为啊！你十四了，我十五万了，你好扯哦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元婴阶级。合成终于到了，要凑齐三片。没有，刚刚就不能用强化，刚刚就要慢慢来哦。就急反而很容易花大钱。十片，我现在好像要疯狂去打材料才可以耶。耶，这样我们还要打什么？还要打副本吗？都可以啊。你不来就是测试一下你现在这个战力多强。刚刚我们在打什么？我们刚刚打什么？打可恶！鬼亡灵怎么样？鬼亡灵极其难度，好啊，好啊，靠你，靠你！哎，你再找一个，你再找一个，你再找一个 carry 的啦！很难吧？找一个 carry 的观众，赶快下来，下来一起打了啦！真的，快点啊！你刚刚从刚刚到现在这段时间，够你们练修为了吧？应该。差不多了吧，可以一起打了吧？经验十万，我要去剑池看看，去玩一下剑池。我看一下，他说这个参加抽奖在哪里抽啊？是不是？啊，确认。你快回来三合店！不要不失态嘞，哪有啊？说啥了？你快回来！你快回来！哦，我要回三合店。全员跟随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什么？没看过吧？想不到吧？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赏花。你啊，这个好特别啊！啊，这个黑色的这个女的是谁啊？我啊。你为什么变成黑黑的了？这不是我婆，你是谁？赏花，我还穿着这个泳装，泳装男子。旁边有练虚的绅士哎，他修为练虚什么概念啊？哎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啊，我喜欢这个狐狸的，真的好可爱啊！狐狸的还要再排名，还是排名奖励才有，还不是随便买买都有哦，这好可爱哦。天下第一帮，可恶！找偷看一下排行榜，修为第一名的人七十五万，七十五万，化神阶级。我来看看可以领取的奖励，领一领。化神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真的是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真的是好了。抽奖，找到抽奖了，开始开抽。你在抽什么？就是你包包里面的那个钥匙啊，我把它抽掉。我刚刚有。有蓝色的钥匙哎、欸，有一个世界喇叭，再抽，再抽。这个游戏叫做《长生诀》哦，然后就是打今天的工商就可以有连结，然后赶快去下载，没错，也可以扫 QR code 来下载，赶快一起来玩这个游戏。这个3D MMO 大作，还可以跟别人这辈子只等你，没错，还可以跟别人结婚哦，想结婚离婚都办得到。想结婚，结婚离婚，不想宴客吗？各位，这个游戏也可以，
只要付这个一点点公证的费用，就可以做到省钱大法，1314就到了，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，轻轻松松结婚，就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没有难度的啦。好过分哦，我们把大家讲的，好像变成好像是渣男，都没有人想要在现实中这个宴客结婚，输我宴客结婚就很累啊，就很累啊，很累哦，就很累哦。而且你在这边结婚，你还可以拿经验。现实生活中，你只能交金交钱而已，真不能交钱。刚有人说了一个重点，他说老婆都是男的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老公是女的、啊。突然觉得有点突破盲场、啊。现实生活中宴客真的很累，真的累。哎、欸，你刚刚说要打啥、啊？差不多了吧？哦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好的。我刚按、欸、你看那婚礼，按了一个任务。晚上十点的时候还有一个。我来看看。哦，真的耶！而且他的婚礼好像就是有这个阶级分，就是越高级的。你看我们这个感觉就很高级的这个帐篷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浪漫是最贵的，5000元宝的。好猛哦！普通，然后普通最便宜。然后文艺，然后浪漫，锁在游戏世界里面结婚的也要分。那5000元宝大概价值我的5000修为。谢谢懒猫，谢谢懒猫。应该不止5000修为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在游戏里面并没有一定要男生出钱还是女生出钱这种事。你看看我们这个懒猫娘子有没有，马上就拿出她的5000修为，好可爱哦！笑死我。好，聊天室。这一款游戏《长生诀》值得你下载，赶快打一下今天的工商，然后帮忙载一下，谢啦。好啦，或是方便一点，扫描 QR code 也是可以的，各位。好啦，那我先挂啦。那我们就差不多玩到这边，好啦，拜拜。拜啦。哎呦喂、啊！好啦，各位，如果你想要玩这种很喜欢古风题材，有没有？或是很想，真的很想结婚，现实没钱，有没有？就可以啊、拿出你的手机，扫一下 QR code， 或是帮忙惊叹号这个工商点一下网址，就可以下载这款游戏啦。哦，差不多。